老婆我爱你，闺女我爱你，然后各位美女我爱你。那个他爸爸碰到他妈妈怎么了？七夕节快乐，七夕天快乐。还有生日快乐，谢谢。给你们一人一朵，都已经一人一朵已经预备好了。哦，哎，这么快！今天一人一朵。乖。高兴吗？你爱爸爸吗？啊！超想长你的小金腿。晶晶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，知道吗？今天是牛郎织女相聚的日子，今天是七夕节。你喜欢吗？真花啊，喜欢吗？这是玫瑰花，送给妈妈的，爸爸送给妈妈的。对啊。